Oh, that color changed.秋天的这个小果子，这应该是什么那个什么 berry 我都忘了，不是 berry。这果子真是丰满啊！嗯，it's full of it. So beautiful. 都是日本的枫树，颜色不一样，一个红的，一个黄的，这边还有一个咖啡色的。这小紫花也好看。我把眼镜一摘，竟然它都是 brown 色的。这是到了这个 BBG 的另外一个入口，现在人很少，因为可能是太早了吧，十点多。Landscape， 哦，这是过两天就有这个了，过两天就想看这个。它这些小路都特别好走。瞧这小松鼠。是感觉像室内室外的一个同体的地方。现在这个位置是，叫什么来着？玫瑰花园。现在玫瑰花不是最漂亮的时候，夏天的时候开得特别好看。已经都十一月份了，还能看见玫瑰，已经很不错了。现在这玫瑰真香哎，这就是花仙子吧？看我们的花仙子今天多美！这是另外一种 tea rose。